这个板是应用在那个门套线上面的，就是门套板。这一部分是这个主板的进料系统，上面是一个小板的进料，就是小板也是自动进料的。这里是一个涂胶部分，这个涂胶部分就是涂在那个小板上面。然后过来这里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定位，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控制到主板跟小板的齐头误差不能超过2个毫米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演示一下，就是上面主板过来跟小板一起过来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探头，感应到板的话，它就自动过来，自动符合在一起。过来就是有3个滚连续滚压，可以改变以前的传统的那种打钉啊，还有人工涂胶的形式。然后这个设备的效率非常高，1分钟可以开50米。